好，我这一场个展名称叫做2018狗年展望哈，赖秋也是赖秋美，我的个展。那这一场个展呢，在高雄那中心是从1月26号到2月6号。特别介绍这一件作品，因为这一件作品呢是我这一档作品里面最大的一幅作品，那也是最多人注意到的一件作品。这件作品叫做《宝宝的60道身影》，介绍的是我们家的宝宝从小到大，他现在已经13岁了，从小到大的各种姿态的结果。这是2012年的作品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因为无时间，右手没办法拿笔，可是我又很想画图。所以呢，我就用左手来画，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，笔触上就是很重、很厚度的一个方法出来。结果发现画好了以后，结果效果非常棒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件作品呢，是比较特殊的画法。其实我在画的过程里面是有点在玩，因为这一只狗狗它叫做阿花。那阿花呢，我就联想到阿花阿花像朵花，所以我希望用我很自然的、很喜欢的颜色去涂它，所以就形成了这样子。我觉得效果不错，我不必刻意去把它的形弄出来，但是，它的样子，它就是它还是有呈现出它的这个样貌出来了。那在这个里面呢，我还是把一些我们在画图上会用到的那个点线面的东西，就尽量还包含进来，让色彩还蛮丰富的，效果我觉得也不错。这两件作品哦，像这样的画法是，我在2014年那时候，其实在2014年之前，我几乎有一段时间很忙，因为家里我爸爸生病了、我没有时间画图，所以我为了要赶在2015年的个展，我不得已我就画大张的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只好用大笔触的方式，以画100号的这样。流浪狗，那其实在我的心里面，我会认为说狗狗啊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啊，对人也是很友善，所以我总是希望说我有能力的话，我希望让我认识的每一只狗狗，他们都可以成为我画面中的主角，让他们这一辈子他可能都在流浪，都没有人爱他，没有人注意到他们，但是他为他留下一个专属于他的东西，所以我都很期待可以帮每一只我认识的狗狗呢，留下一张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画作出来。